王后是谁的妈妈？啊，不是我们的。这第一个国王又是谁的爸爸？不是我们的。好啊，不承认是吧？你们都给我过来，我现在就把这一个王后一个国王都扔下去，以后你们可就没有爸爸妈妈了。哼，我就不信他们不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。好啊，这果然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。糟了，国王王后。国王和王后们都掉下悬崖了，你们居然还笑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坏孩子，我要惩罚你们。妈妈快来呀，有人欺负我们。我来了，谁敢欺负我的孩子们，我吹。奇怪，这可真是太奇怪了，明明国王和王后都掉下悬崖了，为什么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王后啊？哎呀，什么东西砸我？这不是那一个王后中的一个吗？是魔法阵的痕迹，精灵之力，居然是一根头发。怎么又有这么多王后掉下来了？这些王后们一定也有问题。精灵之力，果然这些王后都是头发变的，可国王们又在哪里呢？他们也是头发变的吗？国王爸爸，是大宝，我赶紧去看看。国王分身术，这样正好，白雪姐姐兄妹，这样我们就一人一个国王爸爸了。孩子们，这些头发是你们的吗？是魔法妈妈吗？可是他们已经变回头发，无法变成我们的妈妈们了。啊，爸爸妈妈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连爸爸们也消失了？对不起孩子们，我的魔力用光了，不能再帮你们变爸爸妈妈了。艾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们看，爸爸妈妈总是不回来陪伴我们，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们了？不要。孩子们，你们实在太可怜了，我把我的头发变成一个王后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国王来陪伴你们。小精灵，我知道不能随便使用魔法，可我真想让孩子们开心呀，你要惩罚就惩罚我好了。这不要惩罚一下爸爸。没错，就惩罚一下他，居然敢冒充我们。你们走开，你们根本不关心我们，应该惩罚你们才对，我们只要爱上妈妈。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到底应该惩罚谁呢？应该惩罚国王王后的就点亮小手指发送111，应该惩罚艾莎的就点亮小手指发送222，我都听你们的。